担这份荣誉，就像对于乒乓球队的一种荣誉的认可。其实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前辈一代一代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这个接力棒现在接到我们这一代手里，希望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在这次巴黎奥运会上能够讲好国乒精神，讲好中国体育精神，把这份文化传播出去吧。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次巴黎奥运会上能够全力以赴为国争光，跟我的队友们。